好，这题问的是，如果有蚂蚁，它的公蚁个体染色体型为何？已经知道这种蚂蚁哦，它是2n 等于8，就是它的染色体状态是 2n 的，然后染色体中有8条。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应该是 2n 等于8。如果是母的蚂蚁，它应该是 2n 等于8。那染色分体有几个呢？有 8a。好，你们现在看的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正常的雌性的蚂蚁，请看选项中有没有这个答案？没有。哇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没有答案可以选，为什么 A 不能选？因为不是 16A， 因为你的染色体应该是没有复制的才对啊。哦，那这题是谁比较好呢？大家因为打错字了，呵呵，是这个公啦，是男生。如果是男生的话，应该是 EN 等于4，染色体为4 A， 所以答案是猪。对，我打错字了，子宫打成那个公。好，那个公蚁是 worker 都是女生，然后这个公蚁是 male 都是当时男生了，废话。所以这题答案是猪，因为我打错字，答案是公蚁，是男生，或叫雄蚁，比较不会造成误解。好，那这个问题我们录完蚁再说。